那为什么要叫他梦呢？其实日本很喜欢这样子，就是公开征稿啊，包括呢这个熊本熊，很可爱的熊本熊，有没有？啊，当初也是公开征稿，大家来投稿啊，然后就觉得不错，这只熊可爱，大家来投票啊，就最后呢海选，选出熊本熊。那这个九重梦大吊熊这个名字啊，当初要取名的时候。